狂胜。来，欢迎回来无名的世界。那今天呢，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！从这礼拜五开始，就是我们为期三天的中秋连假了。老实说了，长大之后真的很没有过节的 feel。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，中秋节必定是大家一起烤，而且都是两三摊同时烤，这边烤完那边烤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无名江湖今天好像也有一个我们中秋节活动啊，金秋共赏，这应该也是这个游戏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吧。目前来说的话，它9月几号啊？ 6 号才开服嘛，我好像是9月十几号才开，就是玩一个礼拜才开始玩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来玩一下我们中秋节的活动。那听说是可以拿月饼去赌博了。以前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都是先烤肉，烤完肉就跟国中同学去打麻将啊，然后大概是打通宵的，因为通常连假打几天我们就打几天。那只是说长大之后大家都忙了，所以就比较少了在玩啊。今天的话呢啊，他是可以拿月饼啊去赌博的啊，拿薄饼来讨个喜气啊，玩喜巴拉，就不是玩那个麻将，是玩喜巴拉。好，那今天的话一样，玩完这个活动之后，我们就去抽抽卡，然后再打个架。在上次的时候啦，有去跟那个羊刀 PK 了嘛？那我们今天再看看要打什么样的主题这样。OK， 那我们先来玩一下活动好了啊，还没玩过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玩的。那这边他这次特点也蛮多的啦，有月光商人啊，有月光商店啊，有星光商人，也有星光商店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签到好了，签到的话，这一次送的东西感觉也还行啊。这个哦，前几卷送20张哦，这么开。然后还有送这个花好月圆啊，金口诀自选，这个也还行啊，这个最重要的啦啊，这可以自选，能自选的武功都是好的。然后再来是中秋福袋，可以领福袋。然后这个的话有，哎呦，有细别哦，还有鲜花1888呢。哎呀，又是我们那个华山赌博的开始。这个游戏的策划是不是很喜欢赌博？然后在月光商人的话，哦、这就是那个氪金了。这个氪金，看个人吧，这个看个人财力的。不过好处是你可以选自己想要的啦，至少不会歪。看你自己缺哪个那个，然后再来的话是一样可以拿月光的积分。那月光积分的话，对应就月光商店了，然后可以拿熊猫外观啊，这个长着熊猫大侠，我个人觉得东方不败是比较帅一点的。如果你想要特别一点啊，可以拿这个，然后再来这个花环，这个算了。最好的是这个啦，绝世武学的自选啊，2000，然后再来稀有的话是1000，然后普通的话是400，跟那个修为的那个比例差不多，所以基本来说定价大概长这样子。剩下都是一些资源哦，还有修为，修为的话也有100。OK， 这个是这次的那个月光商店，那星光商人应该也是类似的吧？对啊，拿星光积分，然后有星光侠礼一样，该拿拿一拿。那有需要的话就氪金啊，氪金的话可以拿到多一点的积分跟哦。他送元宝送这么爽哦，干这670感觉花来蛮值得的。然后星光商人的话一样送这个哦，这个是哦，这是武器的那个 skin 啊，真的。现在目前来说，如果不想要环境，比如说被氪金影响太大的话，都是走皮肤的概念的，类似像那个王者荣耀啊、英雄联盟这样子。其实烟雨江湖也可以考虑一下，真的。我觉得那个如果你怕就是影响平衡太重哦，其实很多的一些大佬氪金玩家哦，真的很喜欢在皮肤上面砸重金，因为会显得跟人家看起来就比较帅一点啊。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烟雨江湖可以考虑一下啦，这个皮肤的部分，反正也不会影响到公平性，然后又长得帅。然后绝世自选跟稀有，这都一样的嘛，哦，一模一样。好啦，就这样吧。然后剩下还有什么东西？金秋任务啊，哦，这个拿月饼啊，我们要来 PK。这任务应该跟每天解任务一样哦，送我那个餐卷。好来，我们来 PK 一下啊，中秋薄饼啊，我们来玩一下喜巴啦，它探不规则，哎呦。传说啊，博的举人也开心啊，抓六个骰子，植入碗里面啊，赢人就可以获得奖励。然后还有这个兔胚啊，不是，这是葫芦。然后这个是铁枝啊，铁枝6-2啊，然后五红五子登科，哇，这个感觉比较像是麻将，那款怎么感觉像那个赌博末世录一样？好来，试看喜巴啦，哎，五子登科，哎呀，我感觉赌运有回来了呀，来来个六红，这什么东西？碧姬，哎呦，碧姬啊，碧姬也有奖励啊，然后再来来个六红，哇，豹子。哇，豹子20个稀有残卷烤窑，你要就给我一本的，你妈给我20个残卷，这样差小。再来喜巴啦，这是什么举人？举人我感觉就是 BG 的感觉，1345对，就 BG。再来来个六红，探花，探花举人啊，比举人还烂，没了就这样。看可以多一点嘛，玩起来还真好玩点。好啦，就这样吧。那我们就来抽卡啊，我们这个是中秋礼包啊，来抽一下。一发入魂，看绝命刀法，烂东西。哎，
算了，我个人还是相信我个人的抽卡运。来，46抽，20抽，12抽，差不多60抽啊，每次抽存60抽。走，直接来个太极剑法，靠腰，直接空大，看。中秋节发财源，祝你新年快乐！挑灯剑，操你！哎，不要骂脏话啊！真的是，那是阴剑在用的，而且阴剑还用不上。哇，看我的心愿有三个，一个都抽不到，有这么烂吗？一发入魂，没有。干，我是不是抽到正派之后，整个运气都下降了？再来，有了吧，有了吧，逆运心经。再来一只女破心经啊，两个都用得上。再来一只，哇，言谈剑三红喽，有没有？再来一个绝世啊，我大概就可以截图当封面了。啊，没有，可惜。哇，两心愿啊，这个用得上。哎呀，这一抽值得，这一抽值得。那言太极剑，其实我是要抽太极剑，你知道吗？两个太极剑可以开那个太极，太极，太极，太极。太极看没有，这是一堆垃圾。好，来来个太极剑吧，大哥。看空大，好了，再来吧，走。一发入魂，中指变，这什么苍寒剑？我靠，这是那个，看这是那个调和在用的。哇，空大，干不是吧？好了，圣火啊，来个正派圣火吧。我就觉得我中秋节可以多吃一个月饼。靠腰空大，看两抽，好啦，身为一个有钱的孩子，不是有钱的、啊，他刚送我那个嘛，那就把他买到凑十抽好了。干，真的很贵耶，你知道吗？2400的元宝，真的是超贵的。来啦，这么有诚意，来个圣火令吧。我是张无忌，来个圣火令，靠腰冰魄。干，今天是调和年是不是？全部都抽调和的东西，干空大，哎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好了，抽光了啊！快乐就是如此的短暂啊，该抽的抽光，跟那个平常打麻将一样。好了，那我升一升，哎、欸，对了，这个啊，我们调逆运心经，我可以升到那个六星的，我升看好了。哇，绿的完好像就是红的吧？是不是？哇，我们越来越强了。好了，之后的话可以用那个如意破心经了。哇，不错不错，我们感觉战力逐步在提升当中。看，全部都是调和的东西。看，哇，挑灯剑你也五星了，你跟那个青莲剑哦，两个可以一搭一唱出去。然后冰魄啊，这个也是调和在用的。哎呀，加霜寒其实也 OK 啦，其实爬塔也是会需要用到了。然后啊，这个寒伤剑它是真的要升的。哇，还没有招式呢。好啦 ，OK， 那我再全部升一下，等下我们去打一场架好了。那我们就今天随意啊，去武林大会随意打一场，就打几场就好了，就没有特定的那个配法。哇，配法应该会配战力差不多的吧？先决什么？哎，先决针法，换清风换一步，轻轻，如意轻轻，东道洗髓经，羊的羊刀，西海刀法，西海刀啊，看你摆脱个轻剑，准备出剑戳，天竺点穴子，哦，不是哦，它是羊犬哦。华阴剑法25000，华阴剑法再送你一发25000，七绝拳，七绝拳啊，相当普通。一指禅，格挡一指禅，玉持久上啊，20000，再来一次上啊。PK 内功，他输啊，我成内功的，如来神掌相当普通，如来神掌两连发啊，还是很普通。言谈剑，让你见识我们最强的剑法。乾坤八卦拳，乾坤八卦拳啊，太肤浅。太极剑法，那你先说我们阳剑真正的实力。气海刀法，海刀像真武剑法，闪攻跟心经。天竺点穴，天竺点穴子有没有？有点到，哇，好痛啊！那天雷 PK 啊，输。七绝拳，七绝拳。一指禅，一指禅啦，哦，痛哦。月苍穹剑，月苍穹，再来一次。如来神掌，80000对40000，看该不会翻，该不会翻？看怎么被追回来的感觉。气海刀法，干傻小，他后手一堆啊，该我了吧？哦，内力不够啦，干我被吸光了，干我又被七绝拳，
干沙小，我那天又被吸光了。靠腰，他这个怎么那么难打？下次我打西内拳的专辑好了。哎呀，我就不信了。好来，先决身法 ，PK 啊！群魔幻影波，运行清，生活成功，金钟罩，开打。苍穹剑，五月苍穹剑，戳。五月苍穹剑，再戳。他是圣火当主修哦。华阴剑法，华阴剑法。闪电五连鞭，电五连鞭格挡哦，格挡，格挡都有18000。霸王枪法，还来。御赐九上啊，40000。凤仙枪法，凤仙枪哦。炎坛剑法，连招盖刮奇功银雪五连，我操。八方六合枪，哇，他的那个阳奇门有点嚣张啊。太极剑法，太极剑，有没有啊？死了，爆60000啊，死了。哎呀，肤浅。看来阳刀的吸血下是要那个抵制一下，看他怎么打。反弹术，我都阳系的呢，今天都是阳系的，都没有跟我一样是阳剑的玩家呢。卷风穷剑，阳刀 ，OK。赤焰刀法，赤焰刀，赤焰刀法，再丢两个啊。华阴剑法，华阴剑，38000。华阴剑法，再送你一下啊，26000。染骨刀法，挡13000。染骨刀法，13000-18000。御赐九剑，记得格挡是抵消25%的伤害吗？哎呀，是不是？无极动法，两次御死就搞定。炎坛剑法，炎坛剑，45000。PK 内功输。魔家刀法，魔家刀，哦，最痛的。太极剑法，太极剑，上啊，40000。啊，剩个6000，收尾吧。好，肤浅，还是我们最强。刚刚那个羊刀的几连击是有点痛。先决身杠零 T 呀，哎、欸，他是有在那个，哎呦。阴的、哦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哇，阴剑，卷苍穹剑，哇，阴剑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五月苍穹剑，来，五月苍穹，五月苍穹剑，他应该是飞虚要摆第一个，飞虚有格挡的话有效果。华阴剑法，华阴剑法30000，华阴剑法，格挡都有30000啊，波斯，华阴剑法，华阴剑，御赐九，上啊70000，御赐九剑，再来一次40000，夺命断肠剑。哦，夺命断肠剑，哎、欸，这我第一次看到哎，夺命断肠剑，炎坛剑法，炎坛剑法，好啦，这个是胜之不武啦，这个属性克太凶了。来，最后一场啊，看看先决身法，哎，35000，他就不能匹配一些正常，哇，还克数，闪电五连鞭，哇，血苍穹剑，调和的奇门哦，那可特别了，华阴剑法，哇，让你见识一下。我们羊鼠是怎么办事情？七情战吧，七情战，御赐九剑，御赐九，还有没有可能？御赐九剑，越战上啊！无常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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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痛！九尾奇鞭，九尾奇鞭，九尾奇鞭，哇，我看炎坛剑法，原本血量差不多啊，血量现在差超多，哇，我输！毒杀扇法，毒杀扇，哇，40000！太极剑法，真武剑，真武剑，16000。输了，好了，这克数真的克太凶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啊、杨剑感觉是有点悲催啊，不过应该是对方战力太高吧？我看一下，我、哦、靠，25000，我、哦、靠，27000，我操，你们真的太看得起我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那下次我们在那个专属打杨奇门，好，再找个奇门来打一下。好了，最后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！记得月饼、柚子多吃一点。那先支持一下，我是轩劳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，拜拜。